只有这一条路，只能一起吧。下次再来。 我走这边，我也走这边。好像不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办你的事情，我办我的事情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啊！曹掌柜，曹掌柜。 哎呀，二位公子，你们怎么会一起来的呀？我们俩在路上遇到，就一起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你先办封公子的事儿吧。这个月我抄不完了。我已经帮你抄完了。既然封公子自己说了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哎，你起早贪黑的，就给我抄这个。 我不跟你抄完，你怎么专心修学呢？我虽然穷，但我有骨气，我不接受别人的施舍。这些都是我的劳动所得，不是家里要的。你要是过意不去，欠我便是。那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干嘛一直骗我呀？是你骗我的。哎呀！ 文公子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封公子这一片好心，他能放下姿态做写手，说明他多么关心你、照顾你呀。希望你能理解。你还有什么事情骗我呢？没有了。你以后不准骗我了。 你以后也不准骗我。尽量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骗我可以，不骗你就不行？当然了。凭什么？别那么小气，你比我大，你得让着我，你得对我好点。尽量吧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